古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帮，讲古帮嘅时间。咁啊，讲古帮就今次你话要有题目要讲下集喎。其實不是講下集，其實上集我有諗過想講，不過講咗第二樣嘢。OK OK， 好。上集咧講咗習大大。OK 嚇。今集咧，我想講，其實我上集都想講。嗯。而家香港年輕人同大陸年輕人的分別。啊哈啊哈。OK。其實咧，而家嘅香港年輕人咧，我咁樣講啦，佢哋而家個格局其實咧，可以講叫越嚟越少啊！呢個坐困受性嘅，嗯哼，係啊，大家明嘅，其實呢個就我都唔使好多，我諗好多人分析解釋過，衝唔到出去啊，衝唔到出去、啊，香港已經冇乜空間啦，已經冇乜空間。其實最主要一樣嘢，有個基礎嘅問題，嗯哼，樓係啊，而家咧你好簡單、嗯、你人人都要買樓，人人出到去咧，個咧個志向咧，一係買樓，係一係咧就同一係咧就想攞啲江湖地位咧就突挑你政府，嗯哼嗯哼，系啦，攞啲江湖地位啊等等，嗯哼，等等咧就上就鬧挑你政府，嗯哼嗯哼，嗱當然我係唔會幫特區政府 ，OK， 因為特區政府嘅底挑底應該俾人鬧嘅呢班友，嗯哼嗯哼，呢班友其實相互相成嘅啫，就因為政府做工作唔夠，嗯哼，房屋嘅問題唔係土地問題，嚇，呢啲係搞鬼錯咗嘅，嗯哼嗯哼。現在個個在追買樓、嗯、因為追買樓他就覺得生活穩定是是的個個追著是這樣、嗯、那你試問、啊、那個人有了什麼志向、啊、以前不是的、嗯、為什麼上一代是成功為什麼你明白嗎第一社會的個法律制度沒有那麼規範沒那麼大、嗯、英國人很聰明、啊他懂得在法律當中放一些放鬆的法律。嗯哼嗯哼。不要以為英國人不影響司法啊你不要發 Q 夢啊。嗯哼嗯哼。司法獨立。嗯哼。司法獨立噏卡的。嗯哼。一樣可以。冇乜政治自含，冇乜政治 impact 嘅，咪司法獨立咯。係咯，冇乜政治 impact， 司法獨立咯。有嘅時候真係有嚇。咪一樣，英國人。咪最主要咪香港其實要向英國嗰個本土利益負責嘅。係啦，唔係佢最大佢最重要嘅問題咧，就係、是、咧，當咧六七暴動之後啊，嗯嗯，英國人好多嘢放鬆咗。係。第一，你知唔知以前？所以前有揾食好像覺得易了咧，你推架木頭車仔出去擺檔買嘢，嚇唔會有人拉。係啊，你得唔得？試下。而家係冇呢支歌仔唱。你出去賣唱都俾人拉啊！唔好講揾個木頭車買嘢食啊！係啊。嗱，第二，你出去開個魚蝦蟹檔俾人拉。係啊。一樣。唯一合法賭博就係咩咧？透過馬會。係啦、啊，一樣，因為而家係會俾人拉。嗰、嗯、時係英國係放你唔拉你，跟住慢慢收翻緊，個經濟起飛，你轉到型，嗯、轉嚟上到工廠，收翻緊。而家唔 Q 係，而家你入嗱，你諗下，你做一啲所謂嘅正行生意，嗯、即係正正定定買個鋪間鋪，租唔起，嗯、租唔起，俾啲大集團租曬，租金高，嗯、你買層樓買唔到。你買層樓買不到、嗯、你有些 idea 想去找資金開發、嗯、做不到、嗯、做不到、嗯、個個就看著但你買層樓資產升值太快很快是那人正常的人不會跟錢鬥氣的、嗯、那個個就推曬下去咯你推曬下去的時候你就覺得就覺得個格局越來越小咯、嗯、你做生意的格局越來越小以前不是的嘛以前我們還是可以皮包公司的嘛、啊、現在你很難啊你出不到去啊、嗯、以香港人國際視野應該出去沒問題的、啊、絕對不是問題的、嗯、但年輕人沒有了這個目標、嗯、個個圍繞間樓穩定的生活、嗯、還要越來越多人考公務員添更加不好、嗯、以前最厲害的那陣人是不做公務員的唔係，因為其實你諗我哋又要咁樣，係啊，公務員咧，係啊，穩定啊嘛，穩定咯，你諗下其實，喂，你諗下，喂，其實你睇下，其實我明過做教書咁，係，你問我做咩做即係成日都話教書咁 Q 辛苦，啲人又癲，係啊，
啲教育政策又黐線，係做乜重做做乜重要要做教書啫？無他噶，穩穩定定啊。係因為格局，所以咪整到格局越嚟越細咯。啊，以前唔想冒險啊嘛。以前上一代有個咁嘅寬鬆嘅制度。咁當然我唔係叫人哋翻翻轉頭啊，絕對唔係咁嘅意思啊。因為翻翻轉頭咧，就等於我哋sustain唔到而家我哋所謂現代嘅香港社會噶。如果唔係咧，就好多嘢唔掂噶啦，亂弄噶啦。係啊。咁但係以前仲跟住，然之後你進一步，你就希望出去做生意，出去闖。因為你已經唔使諗間樓。因為樓有得住啦，係咪？嗰啲先係揾真銀。而家唔 Q 係嘅，你有間樓就好有真銀一樣。炒炒賣賣，咪個個咪咁樣咯。個如果你唔夠資本嘅，咁咪嗰啲咪坐困愁城咯。你睇唔到嗰個遠大嘅志向。嚇、啊，係啦。同埋而家你要記住，我哋依代有一個問題嘅，就係咧，即係我哋後嗰代咧，受温翻都係温室長大嘅。佢冇經歷過以前咧，即係阿爸阿媽嗰代嗰種苦況。個人個韌力係爭啲嘅，呢個事實嘅。唔係，你問我講真嗰句，我真係寧願，即係你問我，我寧願就點咧？真係穩穩定定過一世，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唔係啊，但係一個問題就係而家你穩穩定定一件事啊。你而家咧就係、是、咧就係、是、咧，你想穩穩定過一世，你想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唔係咁易啊。呢個先係大問題啊嘛。所以就係咁啊，即係就咁簡單啫嘛。咁但係你諗下，我哋阿爸阿媽嗰個年代，喂穩穩定定安安樂樂，冇呢樣嘢嘅。冇呢樣嘢。你諗下你諗下我阿媽。喂，我阿媽窮到癲嘅，即係佢細個嗰陣，嗰啲好窮噶嘛，嗰時係咯，所以嗰時又個個想去外闖咯。而家你向外闖嘅機會都唔多啊。其實有先大鑊啊，其實有嘅，有但係真係唔係多咯。即係你圓圓意咯。即係你話我話都係啊，我真兩句，喂你大佬，你真係講真，一大一路有嘢搞嘅噃。係啊，有嘢搞㗎。即係你識立揾窿轉。之前咪猛咁咪又話咩搞伊斯蘭認證又成嘅，係啊啱，即係又講話有嘢搞嘅，開有嘢搞嘅，仲有其實非洲咧，非洲原來有啲非洲國家有好唔係同埋一樣嘢咧，鬼先進嘅喎。但係我知道，但係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而家嘅小朋友咧，因為家長嘅催谷，唔覺得成日諗即係承受唔起個失敗。呢個應該個問題嚟㗎，你要去搏，自然有成功有失敗，呢個大家明㗎啦。但係咧，而家啲人咧係唔會容許自己失敗，嗰度先大鑊啊嘛。你而家就算自己就有啲人湊啲細路仔，你成日覺得考試考得好，考試考好。如果係我哋立場，我係想佢有時有唔好，有時會好。啲點解？人生係咁噶啦，人生就係如此啊嘛。唔係，成日都係黐線啊！所以成日話咁嗰啲幼稚園嗰啲個人都要有個獎。呢個世界係咁運作嘅咩？咁樣運作嘅咩？呢個世界就係咩？喂，你諗下，你即係成日都講抽，喂，即係嗰啲從啲細路講，喂，你要接受呢樣嘢。你接受失敗噶嘛？係咯。坐得喺度，你知大部分人都係冇獎嘅。係啊，大部分人冇獎噶嘛，亦都唔係大部分人贏家嚟噶嘛，小部分贏家必然㗎。即係資本主義社會。即係我就一句扮我就話。你要接受呢樣嘢咯，要接受失敗噶嘛，係咯，你而家就唔係，咁你搞乜？啊，呢個亦都係我哋一個好大嘅問題嘅。即係不過當然，即係近呢幾十年嗰個教育即係教育趨勢咧，即係其實係即係亦都嗰個哲學上亦都有啲咁樣嘅傾向，因為先進咗嘛社會。係啦，其實咧，咁但係就有啲我就唔覺得，即係所有嘢都係向緊。個啱嘅方向去行，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個，我哋而家見到個問題就係話，我哋教下一代有問題，我哋嘅政府好大問題，即係其實主要係咁樣造成，搞到而家好似個個香港啲年輕人坐困愁城一樣咯，政治出問題啦，佢哋眼中覺得你大陸人爭飯碗啦，同你爭啦。呢、這個就啱，即係呢個其實你見到喺世界好多咁嘅好多呢個情形嘅，即係譬如你嗰啲右派，社會右派係啊，即係其實點解會翻思回潮咧？就是、因為其實都一個問題，成日都覺得啲嘢係我嘅，因為我喺度大，係咯，咁即係當然即係呢啲嘢咧，你問我，即係你鬧我都諗話戇居嘅，嗰啲嘢邊就寫咗你個名㗎，係啊，
係咯，寫個女名咁。即係因為你喺香港出世 ，just because 你係香港人，嗰啲嘢就係你㗎啦。係啊。喂，大佬，你嗰個你老母嚟嘅，一定係一日留翻俾你嗰啲遺產。嗯。即係有啲嘢，我覺得即係你有種族心態咧，你覺得人哋唔可以同你飛嘅，即係當然有啲交識嗰啲嘢，我又即係提供超級勁多支援嗰啲，我覺得又唔合理。係咯，但係同一個問題就係咩咧？喂，有啲工有啲錢，唔係真係寫咗你個名㗎，你嗰只你老豆留翻俾你㗎。老豆留翻俾你嘅咩？係咩？係咪先？有啲嘢有啲唔係你㗎嘛，真係。即係有啲嘢我自己覺得。啊！又話咩啲有啲外地人嚟搶你啲工？喂，人哋真係讀書叻過你，真係真係研究方面叻過你，真係真係做嘢能力高過你嘅，係冇得講嘅喎。咁同埋另一個問題在咩咧？喂，嗰啲地方嘅人俾大陸人冇 loser 咩？大陸 loser， 大陸波的士留翻曬大陸咯。佢出得嚟同佢出得嚟同你競爭嗰啲人，嗰啲梗唔係 loser 啦，嗰啲。嗰啲梗係啦，其實大陸嘅細路仔咧有樣嘢嘅，佢一孩政策。啊唔係，同埋咧，大陸個貧富懸殊太大。嗯嗯個貧富懸殊太大咧，就係咧嗱，譬如話你係官二代，你係紅二代，甚至你係富二代，咁你當然你個眼光，因為由細到大都教佢噶啦，你眼光唔喺中國。嗯係啊因為佢父母黐 Q 到佢自己嘅權勢。嗯錢唔係永恆嘅，不是永恆嘅，最重要第一個目的。嗯。出到去。係啦，最緊要做咩咧？嗱，我咧就喺中國出世，冇辦法噶啦。不過你唔係，你喺美國出世。係啦，就係、是、咁樣。你可以帶埋我哋走。係啦，就係、是、咁樣。嗯。另一種啦，呢種其一啦。啊。咁佢哋當然有希望啦。啊。係啦，佢當然有希望啦。佢哋當然，因為祖國咁照顧佢哋，當然話祖國好嘅。嗯。必然個噃。啊。大佬，佢啲錢，佢哋心知肚明㗎。呢啲係祖國俾佢嘅。係。冇祖國，佢冇佢冇佢冇今日，心知肚明。第二種人，一般嘅人。啊。一般嘅人咧，佢咧就咧真係知道自己先天不足。哈。就咧有一種打拼嘅心態，因為佢法制度唔完整。第二種就佢好多都覺得 nothing to lose 啊。係啊，法制度唔完整。啊。有乜所謂啫？咪揾啲，咪揾關係，拉關係啊，踩住人相啊嗰啲嘢，咪出齊咯。咪出齊咯。啊！而且更加一樣嘢喎，你中國經濟始終到今日，你話佢乜 Q 嘢都好，佢係喺上升嘅階段上面。你話數據乜嘢都好啦，唔好理啦嗰啲係咪？嗰啲佢係真係好多機會喎。嚇！佢只要把握多啲機會。攀附多啲關係，就掂喎。咁你話佢係咪俾你哋香港人嘅細路有信心？係啊，係咯，佢嗰啲可以靠自己攞翻喎。嗯、但係香港，我當你靠自己咧，買乜你起樓啊？買唔起啊！你想做成功要靠父幹。係啊，你想做生意，做啲生意小生意仔又過日神，得唔得咧？唔得。又要靠人，點解咧？租都飽唔起，租都買唔起，租都交唔起。成件事係咁樣嘅啫嘛。但你大佬細路仔就係有個，因為個國家上緊經濟，更加可以攀附權貴啊，甚至衰啲講有啲偷呃拐騙啊，都可以有啲機會出頭啊。你睇下，你睇下而家所謂嗰啲，你睇下而家被人拉鬼咗嗰啲人，點樣出頭㗎？窮學生嚟噶，蕭建華，再點啊？而家你話拉咗乜 Q 嘢都好啊，大佬巨富嚟噶，佢始終都係，係啊，咁個拉 Q 咗係另一個故事啊，即係呢一種情形咯。如果真係 loser 嘅，佢根本出唔到嚟，佢根本出唔到嚟同你香港啲人競爭，係啊，係啦，最多都係你自由行。買你啲嘢嘅啫，最叻噶啦，黎德嚟狂買嗰啲咧，都唔係 loser 嚟噶啦，係啦，即係嗰種咯。黎德嚟狂買嗰啲真係 loser 嗰啲，佢唔會走出嚟噶嘛。人哋個人口嘅 base 13億人口、14億人口喎，嘅 loser 大部分係 loser， 但係佢出得嚟同你練嗰啲咧，個數量始終係多過你喺香港嗰六個700萬人裏邊叻嘅人㗎。係啊，呢個必然噶噃，你要自己諗下喎。嗯仲有啊，人哋龜佬啊，明知你啊，明知大陸啲錢易揾啊嘛，甚至易壓。係啊。OK，
甚至壓。所以佢咪當佢哋有啲美國嗰啲投行，成日揾啲官二代、富二代，或者話啲喺大陸有啲拉楞嘅人。嗯、其實就是想揾呢啲生意啊嘛，而香港人係冇，香港冇呢啲咁嘅嘢啊嘛，冇呢啲咁嘅嘢啊嘛，大佬佢唔係有個國家照住，有啲使緊國家錢噶嘛，冇呢啲咁嘅嘢噶嘛，呢、這個就係個分別啊嘛，係啊，所以嗱，你係咁樣，你喺香港咧，真係好似某啲官所講啊，喺大陸揾機會，揾啲著，雖講乜 Q 嘢揾啲著數，嚇係得嘅，係得嘅，但係咧，你真係做唔到啊，你香港人做唔到。亦都唔夠你爭，唔到你做，唔到你做，亦都唔夠你爭，唔夠人哋爭，因為你冇人咁，你冇人咁狼死。嚇！就算啦，台灣、香港遇緊咁嘅問題，因為佢建設咗一套公平嘅制度喺度啊嘛，叫做相對大陸較為公平嘅制度。你唔去，你好難去翻個地方係你中意點玩都得嘅地方。嗯，叫雞又得，叫雞去上邊野遊就得。嗯，就可以。因為大陸批冇佢呢個啲唐口官府帶嘅殺嬌氣，係咁就得。嗯嗯，但係叫你去真係上面做一啲嘢，唔係個個得啊。係啊，唔係個個得啊，所以要睇因人而異嘅。嗯，所以有時我哋都唔可以完全話香港呢啲細路仔唔得啊嘛。其實大陸因為成功嘅人出得嚟嘅人咧，始終個量係多，基數大。所以好難講，香港其實而家就係其實要做嘅嘢，其實香港年輕人做嘅嘢咧，就要攞翻啲香港精神出嚟，其實建設翻好個香港已經足夠噶啦，係啊。但係而家問題就話，你要政府都要配合。嗯、你政府都係好似咁 hea 嘅話咧，都唔知道自己優勢喺邊度。嗯都唔知道一成日遇政治問題。嗯哼，咁你點做啫？嚇、啊，所以嘥 Q 氣。所以嘥嬌氣，而家算咗好麻煩噶。你香港問題，嗯、所以有啲人而家好好笑噶。香港啲建制派好好笑噶，成日話青年問題重要，口講重要，實際上啊，唔知做咩。你個人當又發 Q 夢，係難道啊？香港年輕人個個喺度日日啊愛國愛港啊，嗯，香港就會有好嘅發展。這個佢唔係佢問題就係咪呢個搞錯咗？係香港有個發展係其次。香港年輕人嗌愛國愛港咧，變憤青咧，佢哋先覺得緊要啊嘛！呢個係佢一所以咪話你政治個 priority 搞錯咗。所以你政治問題凌駕其他問題，係你越咁樣嗌落去越衰。香港唔同啊，你大陸個風飄閉嘅，嗯，個內互聯網似內聯網，係啊，你香港唔係，係接收世界上所有嘅資訊，嗯嗯你邊同啊？啊你一係咧就一國一制，嗯嗯你冇搞咁 Q 多嘢，你都要搞一國兩制，又要揾嚟通風口，通風口有人要摸水，嗯哼嗯哼咁你自相矛盾嘅啫喎，幫你唔到喎，咁樣搞法，嗯係咯，所以有時咧，你搞青年工作係啲手法，要俾到機會等等嘅，唔係而家嗰個盲摸摸。嗰啲香港啲建制得個噏字，噏、嗯、下當係啊，噏下愛國愛港啊，嗯、你都噏下嘅啫喎，愛國愛港。啊，今日咁多先。嘿。環球思維，香港本位，中港台。